短版长袖牛仔衬衫，这一件呢不扣起来的话呢，也可以当一件小外套。其实呢，很多人会觉得说绿色不好搭，但我觉得绿色呢，其实配简约的白黑都很适合。侧边呢，两边都有口袋，让穿着起来的时候会更有型。可爱的硬板小方包，这一件有附很可爱的彩虹星星背带，而且还是粗款的。它的内部呢有一层隔层，隔出两个空间，中间这一层呢是拉链带，那内部呢还有一个小的拉链带，那我们另外一边呢则是有一个小的暗带，它的空间分类非常的细，它的软硬度是偏中上，就它其实也不会说特别硬，这样压还是可以的。